那我们接下来看几件事情，大家记得上礼拜的时候我们讨论到的是使用 EEG 跟 MEG 跟 ERP、okay。好，所以事实上在方法学上面，当我研究大脑与认知科学的概念的时候，你的第一个用电生理的方法，我们在第三章的时候已经很清楚跟大家说明了几个可能的方式，以及今天我们要花一点时间进入到第四章，是 Image b r a n d 要讨论的是。 大家可能常听到的叫磁共振造影 （magnetic r e s o n a n t imaging） 或是 MRI。为什么要讨论大脑影像呢？在第四章的 The Image Brain，事实上它的历史是可以从大家逻辑的这个脑袋左脑前方有洞的这个科学故事开始。所以这是一个法国的 Paul Broca 医师，他先发现到有一个病人，他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病人的名字，但是我们现在用 t e n 这个字来代表他。这个这个病人事实上在之后他的大脑捐赠之后。 被从头壳中拿出来仔细检查之后，这事实上是一个影像，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他了，而且看到的东西是一个活生生的大脑。所以，我们检查他的大脑是左半边前区，事实上是有一个损伤的情形。那这个人的外显行为，事实上是他只会说这个字，只会说 ten 这个字，但是他有非常好的理解能力。比如说，我上举的例子是，请问你叫什么名字？事实上，这个病人是听得懂医生跟他说的句子。 所以他报告出来，或者他能够讲出来的字眼，永远是 ten。所以如果你叫他唱生日快乐歌，他在心里面是在唱是生日快乐歌的，可是他的嘴巴就只会念出或者讲出 ten 这个字。所以他在理解上面是没有问题。这个就很像各位你们在国高中开始第一次学英文的时候，遇到外国人，你可能听得懂他是跟你问好，可是你就是走不出来，然后就说、欸，哎，good good good，OK OK OK，就、okay、你像是我听得懂他说什么，可是我就只能够。 说出一个特定的字眼，这样的情况下事实际上是跟左脑前区的这个区域的受伤有关。其实，在后来有另外一个德国医师叫 w i n i k y 他实际上报告出一个另外一个类别，有点像是相反的逻辑的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他事实上，诶、欸、讲话非常流利，就是他可以很快的，一分钟讲了数十个字，但是内容是完全没有逻辑的。所以他讲的很快，可是内容是没有任何的。 讯息的，而且他是不太懂你说什么，所以这有点是别人问你方向怎么走，你不知道他在问什么，可是你就是讲一大堆，然后假装自己听得很懂。各位，那个通常我们学英文学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就会假装自己讲话很流利，但实际上我并不知道别人在说什么。你应该有这个经验，这种病叫做 w i n n i c k e aphasia 失语症。你如果这种讲话很流利，但其实你听不懂别人说什么，而且你讲话的内容也没有意义的，事实上。 他受伤的区域是在这个后面，在大脑左脑的后区的地方，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区域的受伤会产生所谓 w i n n i c k e y a f f a s i a 就是维尼基的失语症。所以刚刚那个 b r o k e r area 这个区域现在被标记为出来在左脑的前区。Okay. 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呢？是因为我们现在发现这是一个双重分离的情况，英文叫 double dissociation，双重分离。一个区域的受伤会造成一个特定功能的损害。 可是不造成另外一个功能的损害，反之亦然。所以在 Broca area 的受伤，它会造成你表达的困难。可是你的理解，你听你是听得懂别人说什么的。但是当你是 w i n n i c k e area 受伤，你的表达是没有问题的，你只是没有办法理解别人说什么。所以在理解跟表达这两个区域，如果是各自受伤，他们都有各自一个非常特殊的跟语言的能力有关的病症会产生出来。所以你一定会想到从这两个历史的例子，一个 Broca。 一个 w i n 维尼，一定会想说，其实我们每一个正常人讲话的时候，我是听得懂别人说什么，我也可以很流利的表达出来。所以显然这两个区域之间是应该有个连结的，它才能够让你沟通无碍的将我听到的跟我表达的变成是一个非常一致的情况。所以我们现在的确知道，在左半边的你的大脑，这个负责处理你语言功能的大脑半球。 它的左脑前区的 Broca、er、area 跟后面的这个 w i n n i c k e area，事实上有一条很大的神经纤维束，事实上它们是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有一条高速公路是连接这两个区域，一个被认为是跟表达功能有关，一个被认为跟语言理解有关，它们之间是有一条神经纤维束是连在一起的。那我今天就要用这个方式来跟大家说，接下来如果我们在使用神经造影工具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看到这个区域的活化跟这个连接之间桥梁存在的一个证据？当我今天还没有将这个人死掉，将他的大脑从头壳中拿出来，在这个人还活着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一章的内容，实际上有几个主要的重点。第一个是要先跟大家讲什么是 images，所以大家一定很害怕，是我现在进入到一个大脑影像的领域，这个影像好像很难呢、欸，但是不是？我跟大家讲，它是有一些跟 一般的数位相机的照片有一样的概念。接下来我会套到，如果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人的大脑，这个人还活着的时候，它的结构或者解解剖上面的某些问题，或者是方法，以及这个方法的应用，目前进展到什么样的层次？以及第二大项是 functional。我能不能知道这个大脑的硬体？硬体指的是 structural 跟 anatomical，它的硬体看起来 OK，可是它功能是不是？ 健全的，就像你买，你去二手商店买一台二手的旧的桌上型电脑，哎，你买回来硬体都 OK，可是打开里面没有关 Windows，那你就不会用了，对，那就表示你的结构是 OK，硬体是好的，但软体跟功能本身是坏掉的，所以你必须要有另外一种影像的方式或技术去知道在结构之外的功能是否健全。所以这个 functional imaging 是第二个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也包含了跟大家讲某些原理，然后实验设计，然后以及它的目前在临床跟 认知科学的研究应用是什么？以及第三个是目前还蛮热门的，近五年来才开始兴起的一个领域，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用功能性造影 （functional MRI） 所看到的这个影像，再结合数学或统计里面所提到的 graph theory 一个小世界的概念，去找到大脑跟大脑之间不同的区域之间连结的关系。Okay, 所以我们在最后一段要说明这个领域有哪些有趣的应用跟它的原理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到底是什么是 images？image 的 format 就是它的长相到底是什么？他没看到，但是我跟各位说，他事实上今天所要讨论的，你等下接下来的三堂课所看到在投影片上所有的影像、大脑影像，它不过就是一个 digital 的 images，跟数位相机的情况一样。我先来看我前几天照了一个照片，这个是我。 每一年都要固定去 Amazon，就是网络购物商店去买的一个叫 Snoopy 的 Calendar。你们的师母是那个 Snoopy fan，所以我每一年都要上网去买下一年的 Snoopy 的月历。Okay, 那这个是他的月历某一个月里面的照片，然后一行小字。但是你如果这个相机很烂，okay, 或者是它是很旧的，你照出来就是一个非常模糊、看不清楚的，你就会用一个字叫 low resolution。 解析度太低，或者是这个相机的品质不好，所以这个照出来的东西就会被师母骂，就就被骂说这个什么东西根本看不清楚。所以你就知道，再照清楚一点，去买一台好一点的相机，或、就是跟那个同学借。这就是他原来应该看到的正确的所谓高解析度的 （high resolution） 的相片，所以看起来很清楚，而且字也很棒。他说：“Love is looking out for your f r i e n d 啊。 这听起来是多么让人家感动一件事情，所以我只要跟各位说，如果你今天将我看到的 low resolution 跟 high resolution 这两张图片，不要看成是史努比的图片，看成是你大脑造影的图片，它的原理是完全一模一样的。Okay, 它的原理是这样，一张图片，无论是一个史努比的图片，或者是你现在看到的一个黑色的长方形，里面有一颗脏话霸王，这不是脏话霸王，这是你的大脑。 一个比较低解析度 （low resolution） 的情况，诶，它看起来是大脑吗？你确定？老师是，它是从你的上方往下照，所以这里是你的眼睛的前方，这是你的后脑勺。由上往下照的时候，就长长得像一个脏话骂完的样子。它就是一张影像，这个影像被归类为是一个解析度很低的情况。为什么它解析度被归类为很低呢？因为事实上，一张影像，无论你是史努比的照片，或者是这个影像。 它事实上是一个 m e t r i c of numbers，很多数字所造成的矩阵。Okay, 所以，如果我今天把这个图片的某一个角框起来，把它放大，诶，你会发现，其实这个影像事实上是由几个小方块所组成。每个小方块的灰阶对比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当它被再放大之后，你会发现它的解析度其实被看得很清楚，是它其实就不过是几个方框嘛。这几个方框再仔细的再放大来看。 它事实上在影像学上不过是几个数字所造成的颜色的差异，所以你可以用几个数字就可以来代表这个影像本身的差别。所以它既然是数字，各位如果你学过简单的数学，你就知道数字本身就可以拿来做统计分析，拿来做运算，拿来做计算加减。所以为什么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影像本身可以做出 function a l 或是 s t r u c t u r a l 之间的比较，或者所谓显著性的差异？ 它的基本原理只不过是因为影像本身的一个 pixel，这边 pixel 事实上是一个 pixel element，一个最小的方框，它只是一个数值，这个数值代表了这个方框本身的意义。然后你将整张的影像的数值都找到之后，你就可以将这张影像做任何的，比如说傅立叶转换式或者是各种方式的改变，你就可以有个新的概念或是统计的方法可以继续运用进行。 所以我做个定义，一个简单的结论是,是一个 digital image 不过是一个数学的矩阵而已，就是这么简单。这两个事实上是一样的东西，只是一个是视觉化之后的结果。所以你现在知道，刚刚的那张是一个非常低解析度的脏话罢了。这一张还是同样一个人的大脑，只是这个时候它的解析度非常非常清楚。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清楚的大脑皱褶，这个也是一个从头的上方往下下方看的情况。 一个很清楚的大脑皱褶，你有一个 ventricle，你的脑室里面充满了脑脊髓液，是一些一体的空间所灌注的。这边是你的头皮发亮的地方，事实上是你的头皮一圈框起来。所以这个时候，这张影像我们可以用别的方式来描述它，称为叫 numbers of pixel。大家记得 pixel 是像素的意思。所以如果你买的相机越高档，它的 resolution 越高，它的像素就越多。 pixel 数量越多，所以一个照片，如果你要定义它是一个高解析度或低解析度，看它的 pixel 的 number 就知道了。所以假定这张非常高的解析度的照片，大脑影像，你去计算这个二 D 的影像，two-dimensional 的影像，它的横轴跟纵轴，你会发现，如果今天横轴跟纵轴的数值 i 跟 j，它们的数值很大，就表示这张相片的解析度很高，因为每一个 pixel 所占的面积很小，所以表示这个。 相片的解析度就会很高，所以 I 跟 J 分别代表是 row 跟 c a r d m n 的数量。如果这数值越大，这一张大脑造影的影像的解析度就会越高。所以我举个例子，如果你接下来去做健康检查，胸腔科照一张 X 光的胸腔的照片，想要让医生确认一下你的肺里面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是可以从影像中被看出来。所以当然一般的医院会有一个很高的解析度是，是比如说一零二四乘一零二四，24, 指的是。 它的横轴是一零二四个 pixel，纵轴也是一个一零二四的 pixel，所以它事实上这是一个很高解决度的情况，所以医生可能有非常高的准确率去侦测出，哎、欸，你的这个照片看起来有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很不幸的，你去那个医院的机器坏掉了，它接下来会是一个比较低的解决度，叫六十四乘以六十四，OK？那这个时候医生有一个非常大的模糊地带，就是他并不知道这个区域所看到解决度比较低的情况是因为。 相片本身解析度太低，还是你真的有这个疾病？所以如果你到越落后的国家去做健康检查，结果会很惨。Okay. 最右边的这个图，医生没有任何的证据去指出你有肺结核，或者是有其他可能的病症产生，因为图片的解析度已经无法让你判断是真是假。所以你可以知道，当大脑影像要做更精准的判断的时候，解析度跟这个 X 光的照片一样，是要解析度越高越好，这是一定的。但是 各位，你都拍过数位相机的照片，解析度越高，代表的是你的记忆体跟硬碟必须要更大。Okay. 所以在同样的问题，当你的大脑影像或是 X 光的照片需要有更高解析度的同时，你的硬体就必须能够去支持这个。所以通常一个受试者，我说是正式的一个实验，做完了一个 m i 的扫描之后，我们大概需要五百 m e b t 来储存这一个人的大脑影像，这是一个非常高的。 硬碟的容量，大家记得一个 digital image 只不过是一个 matrix，OK，、okay? 然后你事实上可以去计算出它的 dimension，跟用公分或者公里物理的像度来定义它。所以下一张不过是要说明，当我今天有一个比较差的大脑影像的时候，它的解析度很低，但是随着你可以运用的技术或者是扫描的解析度越高，你会得到越来越清晰的影像。 所以这是一个好事，但是也代表着你要扫描的时间也就越久。这个解析度最高的影像，它事实上除了硬碟容量或者是档案的尺寸越大之外，它扫描的时间也会越久。因为当机器要扫描更高解析度的时候，它必须花的时间就会越长。所以这个越长，事实上就会有一些缺点出现。所以通常我们会选择一个解析度看起来已经足够，我们做事后的统计分析，但是时间又不会花得太长。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中间取取得一个平衡点。所以你看，影像本身没有很难吗？但是要跟大家记得，它不过是一些数值。